Le Sylvain 前 Katsuha 出席品牌快闪店活动，一袭黑色小洋装展现香肩和美腿，优雅性感的造型再次以美貌登上热搜。媒体称赞 Katsuha 状态很好，完全不受绯闻的影响，展现新生代偶像极佳的品牌效应。还拿 Katsuha 来与秀智做比较，两人近日都刚好出席品牌活动，一黑一白的造型呈现完全不同的氛围感。而此前 Katsuha 被日本周刊爆料与 NTEAM 成员 K 古贺佑大恋爱中，绯闻在网上疯传。Katsuha 被狗仔拍摄的照片中同款包包和外套还掀起玩兽风潮，热卖的品牌效应惊人，不过 HYBE 官方火速出面否认恋情，表示两人只是朋友，也让粉丝们放心不少。